好，同学呢，请看一看白板啊。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呢，我们先回来看一看我们的总目次啊。那我们今天呢，是在说气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啊。好，然后呢，我们是还在序论的部分。那么论书呢，在全体佛教中的意义，这第一节来的哈。那我们呢，在第一节里面呢，论述在圣典中的特殊性和论述以部派教义的大答已经完成了。那我们现在其实是进入论述以论述的作者开始讨论论师这个课题呀。所有同学留意，就是呢，当我们提到论师的时候呢，顾名思义啊，好，那就是呢写论的人啊。那同学应该耳熟能详，知道就是。基本上论师呢，在泰国是不受承认的了，泰国不承认，那缅甸却非常重视论师的啊。那我们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这本教科书里面呢，他会详细读到哈，当初就是还原哈，开始的时候呢，佛法其实是用口传口罢了，那口传口之后，慢慢的有人去背诵啊，那这个背诵之后呢，开始是有经师。那其实论啊，根据文献的记载，蛮早论已经出现了，蛮早是已经出现了，这给大家稍微看一看根据我们所了解论的历史，这是根据就是就是佛光的阿含佛光山出版的那一个科判里面呢所理解到的。来，同学，我们看一下啊，这里呢就是呢，部派佛教，同学看一下啊，阿毗达摩发智论是属于我们北传的一个论，那这个论呢，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是西元前来的，西元前150年呢已经有记载它成立，那如果根据佛光山的这个所谓的年表这个北传的论呢比南传的论还早成立。不过呢，西元前89年呢，就已经找到了文献，这是书写巴利三章及注释俞贝叶经。那这里啊有三章，就是包括论在里边。在南传的论里面呢，其实就是指七部论、清净道论都不可包括在里边啊。然后呢，这里有注释俞贝叶经，好的，OK 好。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就是呢，大智论是非常早，甚至是比南传的经典更早找到它的文献的。同学看一下，清净道论是在公元后430才出现的，所以呢，如果是论早期跟后期的话呢，历史上来探究呢，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边的一些理解了。好，那现在就是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都好，站在我们的立场呢，都是主要是看它的内容是如何了。那我们大家都有阿毗达摩的基础在里边。从这一边呢，我们了解到蕴处界跟地缘起是最重要，我们从这边去开展我们的理解是最理想好，那接着下来，有请文安先读一读读就是这一两大段佛陀时代的佛教有请一二三。他直接整个全部打完下去了，那他翻译的完全是英语，那是一定吗？赵文楠是不是？没有听到哈，来，请思敏读一读，好，来，佛陀时代的佛教有请。佛陀时代的佛教，佛与弟子们。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事实，
虽然现存的记录经语律也不免有些传闻失实，但佛陀时代的佛法充分说明了人间佛教的历史性，具有人间的真实感。一向不重视历史的印度，在佛法初期的红传中，无论是佛法上的师承、政治上的传承，都有近于事实的记录。到阿育王阿索嘎时代，才奠定了印度偏岩石的基石。印度文化的固有传统婆罗门教是一种国民的宗教，是从古传来，当然也是发展所成的神教。这种神教缺少个人的特性与活动，以神话及传说来代替历史。神教的教义与教理可说是一般人宗教意识的共同表现，加上印度人的特性，漠视历史的重要性，所以印度的历史每陷于无从说起的状态。佛法虽并不如此，但在印度固有的文化的熏习中，渐为传统的习性所融化，失去了佛陀时代一位和合时代人间现实的历史性，使得观念由模糊而逐渐忘却。大乘佛法的出现，传颂者与集出者都是无可稽考的，有些大部的经典却不见有实现实人间实地人士的痕迹，这也是当时佛教界部分的共同佛法意识的表现。确信为佛法的真实是这样的，在佛教史中，从大众部学系到大乘佛法，不能不说是最模糊的一页。好在阿毗达摩论师们，尤其是南传锡兰岛国的铜铁部，北传基宾山区的说一切有部，有论师著作的论书，大乘佛法也还是亏了大乘论师的造论，而明了大乘佛教史的部分，使印度佛教祖国的无历史状态得到部分的改善。又由于经律论的传译者由印度及西域到我国来，我国的求法高僧也寻历印度而报告当时的佛教情况，这样我们对印度的佛教史才能得到部分的知识。所以论书的研究对印度佛教的与中国佛教有深切关系的，说一切有部的论书不能忽略了论书的作者论师。本书以论书及论师并论，就是重视了这一意义。好，感谢。我们先画重点。啊，文安，你听到师父讲话吗？
OK， 你试试回答师父一下哈。啊，文安，啊，请你念一到五，打开麦一下。啊，我的电脑的音响不好，师父。文安，你讲那句你电脑音响。你现在你讲的声，我听到很小声。我不能够放大，因为我之前跟你说我其中一个喇叭破了。哦 ，OK， 好，了解。啊，四明师傅讲话的声音也听来理想吗？四明。OK， 好 ，OK， 好，了解了。就文安的电脑本身有一些状况，没问题。好 ，OK。好，我就尽量靠近一下麦。好，文安，你现在听得比较清楚吗？我靠近一点，现在。啊，比较好啊，这样是比较清楚。可是今天我忘记带我的 updater 回来，我要 log 到了没有？ log 到了没有？好 ，OK， 好，来，同学，我们看一下。好，在这里呢，谈到论述呢，开始我们先理解，就是印度人呢是不重视历史了。那同学应该早就听说过，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历史啊。对不起哈，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哈。就是我们祖先中国人呢，历史上有很好的记载哈。那中国呢，如果是同学稍微理解，应该是《资治通鉴》，还有就是《史记》，这一些呢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些中国人的文献可以考察了。那如果同学呢有读看现在的纪录片呢，都发现哈，中国历代的有一些皇帝啊，他蛮有偏书的习惯的哈，把民间都是收集起来。变成一个大全的书这样子啊，这一个呢就是好像乾隆王有做过这样的事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他说到了阿育王的时代哈，前奠定了印度编年史的基石了，阿育王时代哈才开始奠定这一个。好了，我们看一看呢，就是阿育王的时代大概是什么时候？阿育王，你去看一下。阿育王呢是在这个时候阿索嘎哈，圣团分裂王舍城哈，魏小王朝、居多王朝、戒日王朝、立国时代，好，这里没有记载到了哈，阿育王的年代哈。好，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他讲了在印度里面呢哈，他们这个其实整段都是属于前言来的罢了哈，是提到他们的婆罗门教和印度人的性质是漠视历史的重要性的，主要是这样提到哈。好，过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哈，现在呢就幸亏第一就是幸亏有南传锡兰岛国的彻同迭部啊，同学留意哈，彻同迭部哈。这里我们看一下他的注脚哈，他说锡兰所传的佛教以上座部、分别说部、佛法的正统自居，其实这是上座部中的分别说部，从分别说部出的同迭部，本书概称之为同迭部，以免于根本上座部等困扰哈。那同学如果你有背诵啊哈，这一个的话呢，你就有印象哈。这段话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要讲的是这一个，同学，好，他讲的就是这一个。现在指的同迭部呢，是分别说的同迭部，不是根本上座部啊。但是就是他们南传呢，会自认为自己自居哈，会认为自己呢就是最传最正统的这一个上座部了，他们会这么认定了啊。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现在谈的同迭部呢。锁定是在这个范围里边啊，来，同学，我们再看一下哈，好，这个就是Dhamra 啊，这个有乱码哈，同学，我们看一看啊，Dawadimsa 它也是乱码哈，让同学写上比较正规的。啊，同学请抄一抄了，这才是正规的通牒簿。
Dhammasatya， 同学请抄这个了。所以是传于僧伽罗国，僧伽罗国就是 Sri Lanka 分别说布了，古称同叠州。同学看嘛，或彻同叠啊，彻同叠呢，同彻色的同啊，它 Sri Lanka 整个有点像同这样，所以叫同叠州了。这个彻同叠部呢，目前是影响最深刻了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所看的泰国、缅甸、辽国、斯里兰卡，全部都是来自同一个彻同叠部。所以呢，他们其实他们诵经是会很方便的。如果他们原因是因为是同一个传承，大家都是同一个传承，但是因为文化不同的缘故呢，加上一些细节不一样，比方说戒律上啊，好一个呢，一个分支的缘故离不开几点。第一，戒律是小小皆可食或者轻重等食。第二呢，定的部分呢是只是学到进行定，还是一定要四禅八定？那么会的部分是要详观还是列观？这些都造成分歧了。所以呢，就这个缘故，他们南传自己啊，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大家好好的住在一起，就是这个缘故。更何况是我们啊，所以荣环。你也听说过啊，就是净土啊，常常啊分裂啊，你没有听说过吗？净土本身有一些念地藏经，有些不要念啊，又分开一批。然后呢，有一些呢，只要一句佛号，不要诵阿弥陀经或者无量寿经，又分一批，对不对？文化啊，有这样子的情况哈、所以呢，其实这种分裂了、都是人为了，所以南传他们也是这样分裂，是蛮正常哈。那在泰国其实更严重，就是城市派跟森林派。那么呢，虽然都是同叠部之下哈，因为戒律清净的缘故，所以呢，正行如果是假了哈，你是在城市派转去那个森林派哈，你30年戒了，你要通通舍掉，变回零，他才愿意收你。那么一样就是森林派转去城市派也一样。同学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吗？你出家30年了、你的福利是很高，你是很长老级，那么你要舍掉九零开始，这个有点像啊，你已经工作做成 CEO 啊，突然啊你又从零开始，从个 club 做起，你可以想象那种心态是多难调整嘛，对吧？应该是非常的难啊，因为这边我看 Elaine 跟徐明工作那么久，应该是很难，对不对？要这样调整，很多人 Elaine 会愿意做这样调整吗？还是太难了啊，很难哈啊，从一下 CEO 跌到去零 ，OK 啊，你可以调整了、这个啊，一定是少有哈，失明就觉得很难，对不对？心理上难克服哈啊。那师傅有遇到几个出家中，他们又讲是蛮痛苦下哈，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理由啊，他们不会这样子做的，因为30年是高高在上，他得到很多福利，很多尊重。那就这个缘故啊，在泰国、他们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啊，他们呢有时候，比方说之前呢、有个道场就犯了一些怀疑犯一些规矩，但是出家众是不能审讯的，所以他们会去警方会派人去找他们，然后呢要他们先还俗才来审讯他。那么有一个长老大概是出家差不多30到40年的，就发生过这事情，就是他们逃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些就是逼他还俗审讯，审完了无罪，那无罪了，那么那个长老已经70、80，他又从零开始，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所以就这个缘故呢，有一些长老啊知道啊这是一个政治手段的话，他们逃，他们不要还俗，他们知道自己无罪，他们对得起自己啊。所以同学你们就留意这课题了。在南传啊，它是佛教国家，所以要陷害一个长老不难。那么呢，就是告他刑事罪，由警方去出面，然后呢逼他还俗，就够了的了啊，就够他来受啊，他的那个起伏就很大啊。过后呢再审他说又判你无罪，这样已经还俗了，看到吗？所以呢在泰国我有听说会有这样子的手段。好，接下来同学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这个同叠部呢，可以稍微理解一点点。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呢，就他们呢是以巴利语三藏为主要的特征。OK， 那他们的阿含经，我们的阿含他们就叫尼盖亚了。那么在他们里面呢，有分三个部派，就是大师派、
五味三派跟奇陀林派了。那我们的清净道论是安的大师派的啊，我们的清净道论是安的大师派觉音哈。那这两个的势力是蛮大的，大师派跟五味三派了。OK， 好，好，来同学看一下，像这些传承的部分呢，哈啊，善见律毗婆沙，这个我们北传才有的这一部哈啊，我们才有的啊。好，然后呢是由这个僧伽巴陀三个巴陀他来翻译的啊，那他里面就有提到佛分别说也啊，有提到这一些他们的解集啊。那法显高僧法显传哦，也有记载哦，世子国就是斯里兰卡啊，所以刚刚提到印度人不重视历史，但是呢，就是我们自己的高僧有记载，所以呢，可以把历史呢，让它可以还原呢、啊。那玄奘大师大唐西记僧伽罗国，我们看他讲啊，州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州四十余里啊，这概念我也没有了哈。啊不知玄奘大师怎么会那么记得、啊、土地要暖，气蓄温暑，看到吗？土地有肥沃，然后 气温是温暑的。架墙时播花果俱繁，看到吗、啊？这时候呢，花果开得很繁盛、啊、人户殷盛，家产富饶，看到吗？那边的人、啊、都很有钱的，但是形状卑黑啊，起心旷烈，好学上的崇善勤。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僧伽罗国、啊啊、这个然后他讲他遵行大乘上座部，然后呢佛教国分两派，一个就是大师派 Mahavihara、啊、这是从梵文翻译过来，次大乘习小教，排斥大乘。第二个呢就无畏三派，这个是学兼二乘、啊、同学，所以他有一些部派呢是二乘都兼学弘扬三藏，看到没有啊，这一个呢，就是这些的史料记载哈、哦，让我们可以还原哈、哦。同学，这个善见律毗婆沙哈、哦、啊，是律的 commentary 来的啊，善见律毗婆沙是我们的 commentary 来的。OK， 好 ，So 这边也有做一些记载了哈、哦。然后呢，这边有提到有分啊，这个就是我们阿毗达摩所熟悉的。OK， 好，好，我们这个就到这里了。啊，同学再看一下，他讲啊，北传寂定三缺的说起有部啊，这个同学应该还记得了啊，那就是在北传寂定三缺啊，寂定就是比 Kashmir 还要大一段的距离了哈，啊，寂定就是寂定了哈，啊，我们呢在下个星期二呢开始会读到这个部分。同学看一下啊，疾病啊，疾病是这里了。OK， 好，蒙查查哈，看一下同学啊，疾病是在这里了。啊 ，OK， 也不是很清楚哈、啊。嗯，啊这一带了，同学啊，看这个图就容易了。啊、同学啊，大概是在这一带啊，巴西是这里了。啊，疾病是整个蛮大的范围是属于疾病。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哈、啊，所以他讲了哈、啊，有论师著作论师 ，OK， 然后呢就多亏啊有他们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还原得到了。主要的是讲这一个、啊、那我们就看看阿毗达摩哈、啊、在佛法与大乘佛教之间的意义哈、啊，那么两端。请正情读一读吧。佛法根源于佛陀的自证，是由自证而发为化世的三业大用，具体表现于僧团中，影响于社会，而成为结化人间的佛教。在佛陀化世45年，中所开展的佛教具体活动，就是以后一切佛法的根源。佛法是从此而适应开展、扩大、延续下来的。佛法在人间
是一，知道了。是一种延续光扩展中的真实存在，要从延续扩展中去理解佛法，而不能孤立的片面的根据一点一分而以为佛法的真实如此。在佛法的延续扩展中，部派佛教是有重要意义的，部派的显著分化约在西元前300年，前为佛法的一位和时代，后为佛法的部派时代。部派佛教一直延续下来的，在西缅泰本国家一直延续流行到现在，但在印度佛教史上，到西元50年大乘佛法流行佛教思想的主流，移入大乘佛教佛法时代，所以佛法的部派时代约西元前300至西元50是上乘一位和的佛法，下起大乘佛法论述是部派时代的产物。对此承先启后的发展过程应有其重要的贡献与代价价值。好，感谢。OK， 啊，正奇那边的回音很厉害哦，不知道是不是有开到几个喇叭。好，来，同学，我们看一下。同学，这一段呢，啊，在前面也是前缘来的了哈，这些是起承转合，主要延伸到还是回到去主题，那就是呢部派呢显主的分化，那这个分化呢，其实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啊，这些都是部派的分化。他讲西元前300年啊，同学对了，这就是西元前100年、200年、270和300年，所以300年前呢开始分化的。然后呢，接着下来就是呢，啊，一味和合呢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呢，一直流传到现在。然后呢，西元50年起啊，大乘佛法开始流行了。啊，同学看一下，在这边呢，我们也是有记录到哈，它是在西元50年起啊，同学看到吗？啊，这个就是西元60年时候，这些都是大乘佛法开始从头挖掘出来啊，《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历史上还蛮契合的到啊。好，然后过呢，约西元前300到西元500啊，就是部派时代了哈。300到500年之间啊，西元前哈，你去看一下啊，西元前这个是500啊，这个是300年，大概是这个时候。哦，所以呢，他是讲
这边在这段期间呢，西元前500到300年这段期间呢，啊，他有提到这个年代呢主要是什么呢？他说就是部派时代啊，西元前300到西元50年呢，啊，西元50年，西元前500到50年是这个时候了，同学，大概这个段期间了。那这段期间时候呢，部派开始已经有分化了的了。OK， 好，部派时代。那这个部派时代呢，它意思是说呢，在这段期间这个时代哈，部派的出现，它是一个就是呢，它成为一个桥梁，就是架构大乘还有就是阿含呢之间的一个路线呢啊，它说明的是这一点点东西罢了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承先启后。那接下来又请以令读一读。在过去，在过去，一份大乘学者轻视部派佛教及初期的圣典，竟律论为小乘，不但自称为大乘，还以为大乘别有法缘，别有大乘法体。一分部派佛教者不能认清自身的部派是以原始佛教自居或北果大乘为非佛说非佛法，这种片面的五段论条现在已逐渐的消失了。欧西及日本学者对初期经典的研究，在资料的类型这一方面，运用近代自学方法方面都有良好的成就。论就根源的佛法，一分学者所用的方法大致是阿毗达摩论，不消说是部派时代的作品。阿含经也因为部派间的多少不同而被信任，以为九分教是早以阿含经而成立的，但其中也有新的无的，这样一分一分的摆脱，最后总算还找到了一些切受或简要的经句，但这仅有的有限倾斜，已有以为还不能以文解义，要经过自己的论理去成立，有的以自己熟悉的西洋哲学进行解说一番，他们以为这就是研究到根本的佛法了。然而佛陀45年间开展的佛法真的就是这一些些吗？这样的研究似乎用客观的自学方法而得到的结果，似乎是充满了主观的成见，割弃无边佛法，而想从一些些经切中让自己自由发挥其格论，这与大乘原有法缘论者相去能有多少呢？好，感谢你，来，我们先画消化这一段文。
好了，同学我们看一下哈，这边呢是谈一些就是我们就是大乘佛教、部派佛教还有学者研究的一些概况哈。那他这里所讲，首先就是过去啊哈，一些学大乘的呢是重视部派，然后呢都贬他们为小乘呢。这个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这样子的痕迹的啊。应该是说啊，我们应该是思敏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吧，哈，可能以令也会有。啊，荣焕也会有，那就是呢，可能我们刚刚啊学北传的论，进去北传了、啊、哈，可能我们先会听到一些《维摩诘经》，或者是《华严经》，或者《大德的开示》，对不对啊？思明应该有这个经验，对不对？所以当时我们的观念呢，都是把这些南传打坐的都当是小乘的，荣焕那边也是这样子的观感，对不对？荣焕也是这样的观感的、啊、哈啊，荣焕是跟净宗的哈、啊、也是这样哈啊，以令有过这样子的观感吗？就是学在北传啊，以令就没有哈啊，思明的背景会有，圣清会有对不对？也没有啊，所以一般上我们呢，其实当时的概念呢、啊、哈、啊，都是从一些《维摩诘经》《华严经》《法华经》啊，这些都是对于小乘的哈、啊、特别贬压的。那我们其实呢、啊，对于小乘、部派、同迭部、南传。其实都没有搞清楚的，我们通通都捞着一堆这样子啊，总是爱打坐的就是小乘就对啊，所以呢，其实这一些大乘经啊哈，对小乘的那个贬义啊哈，是深深影响这北传佛教，我相信包括现在，除非像我们这样啊，有做一些算是学术的严谨的考据研究，才把它理清，否则的话，一般一定都是把南传当作是小乘的。OK 好啊，但实际上呢，其实是蛮有差别的啊。同学看一下啊，然后呢，这边呢不单自称为大乘，还以为大乘别有法源呐、啊，就是认为我们呢、啊、哈、啊，我们的来源别有大乘的法体啊。好，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部派佛教哈、啊，他们也当自己是原始佛教自居啊，这个你们知道指的是谁吗？部派佛教当自己是原始佛教自居，举得到例子吗？思明，啊，思明，举得到例子吗？以琳呢？举得到例子吗？啊，其实现在哦，只要你去到斯里兰卡、泰国、缅甸。他们都是部派佛教来的，但是啊，如果你去跟他们接触、啊、他们会讲他们给到你一个观感的。同学，你们看一下，其实现在啊，如果你任何啊哈泰国、缅甸啊你到啊，他们都是彻同迭部的，但他们呢，你跟他们交谈，他们会说哦，我们是来自于佛陀的传承，他们呢是没有这一部分的概念的，他们认为我们是佛陀的传承。然后呢，认为自己是原始佛教，然后不认为自己是部派佛教。那么呢，泰国、缅甸啊，或者斯里兰卡，只要有读到佛学院，然后呢，他在佛学院本身有读过这些这样子的教育，才会知道自己是我们的部派佛教这样子了。那我们在我们北传的部分呢，我们的律典呢是来自于法藏部的，我们的部派是比较多的。所以做研究呢，北传比较丰富了哈、啊、我们的律呢有法藏部，那我们的律呢记载文献啊哈啊，还有呢就是这些说一些有部啊，还有大众部，我们的律典有很多部派，那么很多部派呢，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文献里面可以引申到理解到哈、啊、当时的部派的情况是如何。但如果是问题是禅修，可能没那么好了，因为呢，当每一个部派传承不一啊，你这样子来修，对不对？那修行的话呢，一个部派比较好，一个部派就跟着他传承，跟着他方法来修行，这样才不会困乱的。但是如果做研究，只有一个部派是研究不到的，原因是很多研究是需要做比对的。那么呢，有比对就有问题，有问题就可以做研究。所以呢，我们在北传呢跟藏传的文献是很适合做研究的。好，同学再看一下哈，好，
好，所以呢，这边呢，就我们也知道哈、哦，就是一分部派哦，不认清自己，是以为自己是原始佛教啊，所以这句其实呢，指的都是几乎是指的就是指南传他们为主了哈、哦，那他们会毁谤大乘为非佛说啊，这个是很普遍的哈、哦，所以大体上呢，你如果接触到南传的人，他们都会认为大乘是非佛说、非佛法了，那这个呢？如果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辩论的范围、哦、这个潮来也无益，真的很容易造成争执的、哦、师父有曾经试过就是不小心卷入这种这样子的纠纷，我大体上只回应一次过我就退出就不再回应了、因为呢这个思想根源、啊哦、是来自他们于的南传的法师，南传的法师会去教育他的信徒，他们这个想法会传开，所以呢你去跟他的信徒去争辩的话、哦、不如直接跟南传法师谈都好，那如果南传法师已经认定了谈了也是没有用，也是他信他的我信我的，那这样子的话何必在众人面前底下看到我们在争执呢、啊、所以呢师父还是就奉劝大家就是最多就回应一次过后那就算了，这些啊课题是容易大动肝火，然后也是不会有结论。 OK，市民有没有跟人家辩论过这样的课题、啊、没有哈，信哥也不大喜欢辩论，对不对？信哥也不喜欢辩论，也懒得去辩论了，这样好。所以呢、同学一般上可以辩论对象有几个哈？一般上、哪几种对象？我跟我师兄弟有讨论过。第一呢，有一些他可能他是，如果他参学学得很好啊，心平气和，他不会去拿这种课题来吵。第二呢，他很喜欢拿这课题来吵，就是其实他们有时南传呢、啊，他们是什么都没有不用做的，不像我们这样哈、哦。那他会很得空，那他得空的时候啊，如果他禅修又不是很得力的话，或者又对学术研究有些兴趣的话，就很容易进入这些这样子的一些争论性的课题在里边了啊。我这样子讲是有点难听啊哈、哦，所以呢就有点某歪了，就没有这个需要哈、哦。所以呢，真正喜欢禅修的人啊，他不会去跟你吵这些的，因为这些东西啊，讲完会失去内心的平静的。所以呢，能够讨论的应该就是学者，反正学者有些是可以讨论的，就大家界定好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去进行资料上的、辩论呢、啊。不过你要有一份证据才可以讲一番的话吧。那有一些学者也是太过得空没东西做，所以专门转找这种课题了。那他们呢也不会站在就是说要就是为了修行而解脱、啊、他们呢做研究也没有的，他们就是纯粹哦需要写论文报告，他也不管这样子挖出来会不会伤害到大家的感受，他们也不理那么多、啊、那这个学术上的身边市民在台湾看到过吧，对不对啊？会看到啊，连旁观者都会退心的，都会出现这个情况的啊、所以呢同学就我们懂了这样没有，除非有必要，否则没有要为了辩护啊哈或者是要找对对象来吵，否则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去减去这种这样子的纠纷啊。好，接下来同学我们再继续看哈、这边有提到呢，他说啊，欧美日本学者哈、他们呢初期的经典的研究哈、他们运用近代的治学方法有良好的成绩。他讲啊，一分学者所用的方法大致是阿毗达摩不消说是部派时代的作品了，这很明显一顺导师是蛮认同、啊、一些认为阿毗达摩是部派时代的作品。阿含经呢也与部派间的多少不同而不被信任、啊、所以呢对阿含经、啊、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信任、是因为部派间有不同。如何来理解呢？师父试一试找找看哈，阿含和尼可耶哈，这异同哈，啊，日本学者呢已经比对过阿含跟尼盖亚哈，啊，那么呢就是可以有看得到哈，他们有共同跟不共同的地方。看一下，异同啊，看一下啊，
OK， 好，没有关系。同学只其实主要还是要要给大家一个主要的看法，就是基本上乍含和他们的相应部啊，相应部共同点达90%了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同学当你本身呢读到一部阿含或者是你该亚哦，你不理解的时候，你可以去对读他们啊。所以呢，我们看一看哦，这边可能是有对读吧。有特别专门研究啊，同学看一下啊我们要谈的九分教这里就出现了。OK， 好，好就是帮大家找哈，阿含和尼开亚的对读了，应该是专春江油啊哈。过中生啊，我看就直接找庄春江啊，这个呢这个资料呢会有一些帮助。庄春啊，有了，同学mark定这个网站呢，好，我们点选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给我们，非常好，同学看一下，啊，这个是就是什么呢？中阿含一经善法经 ，OK， 好，我们看一下，你放一放这边哦，我们如是啊，它全部呢就会出来，然后呢，这个南传是怎么样子翻译？然后呢，南传是怎么理解啊？有蛮大的帮助。同学可以把这个页码把它拿下来哈，啊，它这个呢是有很好的比对，做好很好的注解哦，所以读起来非常方便。好，看一下，两个都是中阿含的哈。OK 啊，同学看啊，这边的北川呢是中阿含经一经。然后呢，它是真义阿含39品1经，那南传呢是真支部契集68经，看到吗？啊，所以呢，他已经把它比对做出来了啊，所以呢，同学如果以后啊哈，你们要自行发行阅读跟温习哈啊，找这些就好了，人家都做好给你们，看到吗呢？这个是什么呢？真义阿含佛光本的，全部都已经啊做好注解了，非常方便。然后呢，这一个呢，它有什么附的注脚呢？这个中阿含南北传对读，看到吗？啊，它会告诉你它用哪一些文献哈。北传呢是用大正本为主的，啊，然后巴利语啊哈是用水野宏源巴利语词典，然后呢大含经全部的经典不同做代表哈。啊，那同学如果你本身呢，你可以发心哈，读完像荣观哈，已经读完了阿毗达摩。可以试试看读《乍含经》啊，这些呢都可以增加道心的。OK， 好，《乍含经》呢跟五蕴比较，相关五蕴的内容比较多。那《中阿含经》呢跟禅定学就比较多哈，对治细谈啊，这样子哈。然后呢，这些长部啊哈，还有就是真义部啊哈，这些呢比较多呢，都是世间的一些世间细谈跟为人生善细谈。确认加行善的啊等等之类为主啊，好，然后这边呢还有用到这些，同学看啊，这些显扬真义、破斥犹豫、吉祥约一、满足希求啊，这些全部呢都是他的注释书，所以呢他也把这些注释书呢都搬到里面来了，好，这样的，好，同学接下来再看了啊，这边他讲啊，好。因为他们呢就是阿含呢哈，本身跟尼开亚有不同，他们不信任，那么他们会以为啊九分教是找过阿含经而成立的啊，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子抽丝剥茧，这一个是读寄送哈，那什么是早分教会比阿含经更早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阿含经哈，它有啊比这些更早的一些东西存在哈，啊，做研究的人为了复古哈，
啊，这些其实已经是蛮完整的原文，同学看到没有？蛮完整的，前后缀这些都蛮完整的，但是呢，他们却还要再挖一些更加古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一个，同学看一下，就是这个九分教，同学，九分教是这一些，看到吗呢？Sutra Gaya 这个是众记送来的，然后呢有对问题的回答 Gatha 记跟记送 Udana， 然后呢同学这个本身前身的故事在我们的经论南传北传都有特别的记载，那这些是更早期的，然后呢未曾有跟方广，同学这个就是所谓的九分教，他们认为这些是比那个阿含经更加早期的，当然呢这个是做文献研究是这样子了，那荣华中禅修的呢就当做个知识就好了，好 OK 好，目前呢我们的资料都很足够，禅修就好好的修就够了的了，那这一些呢就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讲但这仅有的有限记诵又以为还不能一文解义，要经过自己的理论去成立，你看到没有同学，当阿含经那么简略比阿含经更简略的东西读不懂怎么办好他们就用自己西洋哲学去解说然后呢他们以为自己研究的是根本佛法，所以同学问题就在这一边，因为这些你看这些其实还不错它有蛮多解释记诵在里边，还有 commentary， 那这些你统统不要用，你找到比这个更加纯和简单的东西，然后呢你又读不懂，你读不懂它过后呢又用自己的 那套西洋西洋哲学来做研究，所以如果以其这样的话那不如是干脆就像缅甸的论师这样用他们的论师来解释更好，同学一般上缅甸的论我们只用早期不用太过后期用 commentary， 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心。那么呢如果是 commentary 它一跟你该要有对立一般上以你该要为主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我们读像我们呢读完清经到了阿毗达摩再来看你该要这样的方式理解总好过我们用佛光大辞典或者用什么西洋哲学去解阿含经或者是九分教更好吧。这同学可以理解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呢会坚持呢一定还要用阿毗达摩，就是因为阿含经或者九分教太过 open end， 它会让你随你去解的所以呢，所以在缅甸呢，他们不学阿含经的，他们都是直接阿毗达摩背好、背熟悉他的 commentary 背熟悉，然后再用它来再读为阿含就容易的，这是他们的方法来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同学。好所以呢这一些呢是充满主观的接下来有请就是思敏读一读佛陀开请荣欢还没有读好来佛陀开始有请佛陀开示直立的佛法早是一种人间的气体的佛教活动，必须从佛教的完整开发过程中去理解一切以前观后差异发展的所以别异性，以后观前推究其发展不分化的可能性。以部派佛教来说，理解它多边的发展倾向，了解其抉择发挥适应，才能认识大乘佛法开展的真意义，或经而认起一昧的佛法根源的实情。阿毗达摩论本点的完成，虽是介于意味的和及大乘佛法的中间，但边于法的，而且是重以上座部方面，单是论书，尤其是以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还不能完整代表部派佛教，
也就不能充分地向前体认佛法根源，向后就明大乘佛法展开的实况。不过这也是部派佛教的一部分。在佛教的延续展开中，承先启后，阿毗达摩论所有的意义不失为重要的一大环节。嗯，好，来感谢同学们，看你看。啊，所以同学们看一看哦。所以从这边看来，就是阿毗达摩的完整是，它是介于一位和合及大乘佛法的正中间。所以呢，但是它偏于法，而且是重于上座部的部分的啊。所以就想而知呢，同学其实呢，你阅读大乘经哈，大乘经指的是这一些了。啊，同学看一下啊，就是般若、法华、华严、无量寿经、金刚经。然后解深密经、中论和瑜伽师地论，所以呢，你读这些哈、哦，如果你之前呢、啊、有这一个阿毗达摩的基础的话呢，那么呢，你解读后面也容易，你拿来解读前面的阿含都啊，所以就这个缘故呢，同学你们投资在阿毗达摩是值得的，因为呢，如果你的大乘经哈、哦，你阅读大乘经如果没有阿毗达摩的基础，其实你的解读啊哈。会未必会那么的精准呢、啊、所以呢，我们用回佛法来解读回佛法呢，才是最理想的方法来的。好，各位同学，我们再继续看下一段哈。OK，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二节的部分，部派佛教与论述了哈，看一下。好，那就有请，就是思敏读一读了第二节。阿毗达摩论为部派时代的作品，但在古代推崇阿毗达摩的部派以为阿毗达摩论是佛所说的，同铁部以为佛在倒立天为摩耶夫人说法经律以外，还说了七部阿毗达摩，说一切有不说，谁造此法之论？答：是佛世尊。独此不传说，则立佛是佛九分品谈，名法相品谈。古来虽有阿毗达摩是佛说的传说，然检讨有关结集的记载，对于佛说阿毗达摩论的传说到底不能认为可信可信。大众不摩诃生其律，但说结集法于律二藏大众部所诵的真义阿含经续品说阿难及阿毗昙经是经的分别功德论，也说阿难送出阿毗昙内容为加瞻言辞，串集众经，超着要会成佛印可，串集三藏及杂藏传与分别功德论所说的相同。好，感谢，我们先消化东西，开始越来越难了。
好了，同学，我们看一下哈。好，这边就是认为就是呢，在古代哈，推崇阿毗达摩的部派哈，以为阿毗达摩论是佛所说啊。这一个呢，佛在刀立天呢为摩耶夫人说法，这一个我们学读是阿毗达摩议论就听过这个说法了。OK 好，好，然后我们看看呢，它是注脚一号哈，看看注脚一号是什么。哦，这是这个哈，阿达萨里尼利，这个呢是一部commentary 的一个著书来的。不过我们再看一下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哈，哦，第二呢就是他所讲的哈，第二说起有部呢，说是谁造法智论，他说是佛世尊 ，OK 好。就是论呢是佛世尊所造，那独子部呢的传说啊，独子部呢是哪一个部派？同学留意一下，是这个部派哈，独子部在这里了啊，它是说一切有部这边分叉出来了哈，独子呢是牛的意思啊，所以可能是和牛有关系，跟独子有关系啊。好，接下来呢，他们认为是舍利弗。诠释九分阿毗昙，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说第一啊，我们先看一看哦，大众部的摩僧取律，只讲到阶级法和律二藏哈，摩僧取律是属于大众部的，同学留意啊，你可以注脚一下哈，如果你有这个图哈，大众部摩僧取律，摩僧取是玛哈桑吉嘎啊，律典呢是我们出家人的律哈。同学，这部律呢，只有在北传才有了。那我们有摩诃僧祇律哈，然后呢，公认来说，摩诃僧祇律是最古老的律典来的。所以呢，因为它最古老在文献上，所以呢，我们会从它那边可以探索得到最原始的风貌。看看摩诃僧祇律是谁翻译啊？我们有记错的话呢，是法显法师。法显法师是为了摩僧祇律，跑去印度的。同学们看一看呢，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啊？西北的摩僧祇律，对哦，法显的同学，这个值得记载。东晋布达巴特拉共法显翻译啊，所以是两个人的作品啊。Okay, 我们就看一看哈，法显法师呢是比玄奘还要早的人哈，去印度取的就是为了这部摩僧祇律。那法显本身呢就有写了一部南海祭鬼传，就是描写斯里兰卡那一带，还有他有好像有到过爪哇那一带，这佛教的概况来的啊。所以但是因为他内容啊太过偏重出家人的生活，所以呢他不出名，没有就是玄奘大师传那么出名啊。同学看一下啊，这个是明斯波罗夷了。那这一个呢是属于出家人的律典，那大体上来说呢，其实是不完全鼓励在家人去看的，看呢他的动机看什么？如果是说看你这个看了之后啊，会拿它来去对照出家人的品德就不理想了。那如果是在一个僧团健全的地方，一般上我们的品德的对照是有僧团去监控的哈。那在家人监控就不是那么刚了，所以呢一般上不完全鼓励哈，如果是你是为了做研究，或者是你有打算出家，然后你本身看了之后不会产生更多分别心的话，才说有良好的动机去做阅读了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摩僧祇律啊，他讲了大众部所诵的真义阿含经序里面啊，是说阿难吉的阿毗昙经。 OK 同学看一下好，阿毗昙经是阿毗昙经啊，这是来自大毗婆沙论的哈，注解二啊，这个是什么注解四啊，同学看一下四，这是阿含经注脚了。同学看一下啊，这边他还讲哦，真义阿含经叙述阿难劫机阿毗昙经，看到吗？大众不是认为是阿难尊者哦劫机阿毗昙经的哦。
然后呢，释经就是 commentary 哈，分别功德论哈，也说阿难送出阿毗昙啊，所以部派里面都会认为阿难呢其实也是有念就是这个阿毗达玛的，但是同时跟大众不认为只有法跟律的结集哈。啊，分别功德论这一个呢是值得做一点点理解的。OK， 分别功德论呢，啊，百度百的，啊，主要是讲什么呢？啊，它是《真药含经》最初的四品，它是注释《真药含》，然后呢，里面有记录许多哈，佛弟子的传说了，所以是分别功德论。啊，所以呢，这个分别功德论呢，可能要撰写十大高僧传呢之类啊，可以去查看这一些了。分别功德论，所以内容过后呢，他讲啊，也说阿难送出内容为加赞言子传集中经啊，超罪超错要会啊，成佛印可啊，加赞言子啊，怎么？看一下迦瞻言子，哦，是另外一个十大弟子来的。迦瞻言子啊，卡亚亚尼布特拉，哦，迦瞻言同学，迦瞻言是另外一位十大弟子，我没记错好像是说法第一嘛，对不对，哦，啊，迦瞻言子了，哦，看到吗？相传这阿罗汉国他造法智论的，OK，所以呢，用另外一讲法是迦瞻言子哦，传集中经过后呢，再把它写出来，得到佛陀认可，所以这个算是论来的。另外呢，这个有提到就是呢，传集三藏及杂藏传哦，是另外一部了哈，与分别功德论所说的相同了哦。他会引这一些呢，因为这一些呢都是有记载阿毗达玛的来历啊，同学看到吗？传集三藏及杂集，就是大正藏第四十九次啊，分别论是在卷一，啊，这一些呢，全部呢都是描写哈，哦，就是阿毗达玛来历哦，在哪里的，啊，所以同学以后当你阅读的时候哈，哦，你可以学运顺导师做资料整理了，那么这样子的话，资料整理过之后，那么呢你把它汇集起来，就可以成为一篇文章。啊，像龙欢喜欢禅修的就不用理那么多了啊。那今天到来呢，就当作是一种知识的理解了啊。因为啊，像龙欢你学了阿毗达玛，你再去看呢，一些很浅白的经文没有味道的，反正可能这些比较有一点味道，对不对？和禅修无关，但是比较有味道，是吗，龙欢？对不对？是吗，龙欢？也不大觉得有味道。哎呦，那你不是在陪太子读书吗？来讲几句，怎么回事哈，啊？师父，我真的是看到我蒙查查，我真的是没有兴趣。哦，当然了，因为这些呢，算书算是比较学术研究性质了哈。我看呢，啊，思明跟依琳还有享受了，是吧？哦喂，啊，你们两个享不享受这类这样的文章啊？思明还 OK 了，思明啊，思明还喜欢。因为视频如果不读的话，可能还看连续剧更糟糕，不如我们看这个更好哦。啊，依琳呢？依琳这些文章还 OK 吗？可以啦，嗯，依琳跟视频都是学术性，可以学术也可以禅修。正情呢？会很痛苦吗？读这类文章啊，正情啊，没有开麦啊，多多少少少，好多多少少哦，哎，好过看 Facebook 打发时间呢，啊，好。啊，因为呢，你在里面呢，啊，找到你一些兴趣是蛮好的了。OK， 那这个呢，以后你们护教啊，哈，会用得上这些也说不定的，尤其是想要当讲师啊。啊，后来我们再看多后面不同的传说啊。啊，尤其以令读一读哈，啊，《二同蝶不广律》啊。二同蝶不广律，但说结集律与法二战。西元五世纪觉音所作的善见律毗婆沙，在第一结集后说道：何谓阿毗昙藏？答曰：法迦邪，啊，法身邪，毗崩迦陀都迦他耶摩
迦摩叉毗迦罗僧那迦他波头持四阿毗昙藏化地部广律无分律，没有说到结集论藏法藏部广律四分律，说阿难送出阿毗昙藏，内容为有难无难判相应作处，与舍利弗阿毗昙论的相的内容相合。昆尼母经说阿难送出阿毗阿毗昙经，内容为有问分别无问分别相色相应无处所，也与舍利弗阿毗昙论相合。据近人考证，毗尼母论属于雪山部。好，感谢。同学，这个如果你读出味道来呢，表示你的程度上的一根一层了的。同学看一下哈，读也读得很辛苦哈。我们主要呢就是了解各部派哦对阿毗达摩的观感呢。所以呢，应顺导师本身也是蛮厉害哈，可以读那么多这些这样子的经论，可以理解，可以整理了哈。我们要感谢有这样子的人才哈。OK， 好，我们看一看哈，这些不同的部派的讲法哈。好，这个呢是觉音清心道论的作者，就是西元五世纪了哈，布达国萨哈，三千利皮波萨是由他来写的哈。他讲啊，他说到哈，何谓阿毗达摩藏哈，这些全部啊，为什么译音会读到那么老口，加上会那么难读啊？那我们其实呢是我是比较喜欢哈，回到去他的原文哈，善见毗婆律，同学看一下。七点了 ，OK 哈，这一个呢，应该它的那个会有啊，像这个啊是 Vibhanga 来的啊，Datagata 来的，同学这个是 Datagata 来的啊，这个 Yamaka 这个是 Yamaka， 这个是波查波查，这个是比较难翻译了哈，这个是 Vibhanga 来的，这个是 Dhammasanga 来的 ，Dhammasanga。这个是Gata Basu， 这些全部呢是阿毗昙藏了。那这些呢，三千利皮婆沙只有我们中文版本有，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还原。但是就知道呢，原来阿毗达摩呢，这些都是阿毗达摩的一些题材来的。这是同叠律里面本身所讲的咯。听好，第二个呢就化地部哈，化地部就是 Mahisasaka， 同学看一下。同学找找看画地部在哪里呀、你找到可以自己回答了，在哪里的下面同学、分别说部不是嘞，法藏部的下面、分别说部法藏部的下面，所以同学化地部呢，它出来的律点就叫五分律哦。OK， 同学看到吗呢？五分律啊，那么这些也是蛮早期，因为它这个是 under 因为这一部五分律，同学在北传有，其他部派没有南传没有，所以变到我们呢，当去阅读这一个的时候啊，它没有提到律藏，所以应顺导师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化地部是 Mahisasaka 哈。那将来啊，如果以令啊和续命啊哈有机会短期出家在北川啊哈，那读律典的话呢，可能呢哈你就已经有认识了的了。同学画地部，同学写一写 Mahimsasaka， 梵文是 Mahisasaka， 所以它翻成就弥沙塞部啊，所以这一些中文是比较拗口了，这些找回梵文巴利文就容易。这些部派呢还有流传到一些经论在了，我们就从经论推论这些部派的存在是在哪里，它的生活概况，尤其是律典就看得出它的生活概况。
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佛教当时的情况呢，都用这些来推论。佛法藏部 Dhammagupta， 来同学看一下，有找到 Dhammagupta 吗？在哪里呀、啊？啊，同学有没有看到啊？在哪里呀、啊？法藏部哈、啊。哦，来，荣欢回答一下啦，不然的话会太闷了哈。花地部的上面。啊，哪里啊？花地部的上面。对了，花地部的上面就是法藏部了。好，这个法藏部呢，同学，现在只要你们是任何人呢、啊，在北传出家读的律典就是来自法藏部了，而师父呢也是。来自法藏部、我们的律典来自法藏部、阿难送出阿毗昙藏，内容有难、无难、系、相应、作处，同学看到没有？这些内容一读啊，你读过阿毗达摩是阿毗达摩一论啊，就是味道是这样的了、而舍利弗阿毗昙论内容是相合的、所以呢又找到一部了。过后呢就毗尼母经，毗尼母经是属于雪山部的。正经雪山部有没有看到啊？在哪里啊？雪山部？没有看到。啊，对，没有看到，证明你没有睡觉了哦，正经哦，哈哈哈。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啊，雪山部的确是不在哈。他讲啊，根据这个毗尼母经啊，这个是读毗尼哈，我怀疑啊，当时啊，这些其实都是来自巴利文 V 字形的 Vinaya 哈，这是 Vinaya 哈，但是当时翻成毗哈，一呢就是当时的 V 音跟 B 音是一样啊，所以他讲哦。阿难送出阿毗昙藏，有问分别，无问分别，相应相摄相应处所、同学，这些相应相摄相应啊，这个是我们阿毗达摩读过的了。然后他也以舍利弗阿毗昙论相合哈啊，今人考察呢，普尼母经属于雪山部哈，海马瓦达哈，雪山部就我们没有出现呢，来我们稍微理解一下哈。这部派通通都做古了的了哈，不过呢，所以我们现在读的一些东西啊，它算是在读历史啊，不过就找出他们的那个意义在哪里哈，然后呢，再看如何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没嘞哈，同学看一下雪山部哦，根源与原始佛教阿难系的僧团。流传于在北印犍陀罗啊，在喜马拉雅山，所以叫雪山部了啊。同学看一下，海马瓦达哈，雪山部，上座部，上座弟子部，根本上座部，先上座部。那如果是上座弟子部的话呢？看看先哈，为什么那个图会没有？为小乘二十部之一。佛陀入灭后，根本佛教分裂为上座大众，三百年即从上座部分出数一切有部，然后呢，此部系由大众部影响，然后呢，就习之徒众啊，即根本上座部圈去雪山，称为雪山部。哦，原来是根本上座部来的同学，啊，他们呢就是根本上座部来的，啊，就是这个上座部。啊，有在分说一些有部，他们是根本上座部。那这个根本上座部呢，他们圈去了雪山，就叫做雪山部，所以难怪名字是不出现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读一读啊，就是六七跟八哈、啊。好，来请正就是正经读一读了哈、啊。
先读说一切有不广虑。说一切有不广虑，十诵律说阿难诵处阿比昙空藏，内容为五不、五罪、五厌、五念。一者法因，法因论第一品，龙树阿兹都论说阿难提及阿比昙经，内容与十诵律相同。根本说一切有不，比那也杂事，比那也杂事说，大家设我，大家密我，送出阿比达摩，内容为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五气菩提分、八圣道分、四无畏、四无爱解、四沙门果、四法具、无增故知即边际定空无相无故杂修诸定真如是观即是如之苦魔的他提波舍那法器来应如是总名摩次迦里迦阿育王传阿育王经所说以杂事大同。好，感谢正勤，我读得很拗口哈，来四名请继续读了。不知论述说，不自论述说，迦谢令阿难诵古阿含，即为经藏；令富罗那诵阿比昙，名对法藏。真谛的传说，不知属于什么部派，但从今为古阿含来说，可推定为分别说部派的传说。从上引的文证来看，大众不与分别说部的画地部彻同同叠部律都没有结集论藏的铭文，后起的传说才说到论藏法藏部等，虽传说结集论藏，而关于结集者，或说阿难，或说大迦谢，或说富罗那，论到论藏的内容都只为自部所中的本论，各部的传说不同，说明了不但没有佛说的阿比达摩论在部派分立以前的一位和合时代论藏也并不存在，没有公认的论藏，所以一说纷纭，默哀意思了。阿比达摩论决定为部派时代的作品。嗯，同学，其实结论就在这边了，前面一大堆啊，读都读不懂的东西，就是为了后面这几个句子罢了。所以同学看到吗？学术研究是严谨的啊，没有办法信口开河的。有这样的训练是好了，好，就代表它够严谨。啊，同学，现在呢，这个也是说一些有部了哈。那他这边讲阿难诵出了阿比昙章五部五罪五蕴五灭啊，都是很简单的文句罢了的哈。
他指这个是法蕴论的第一品啊，法蕴诸论。然后龙树啊，大智度论啊，说阿难劫及阿毗昙章内容与十诵律相同啊，就是在龙树菩萨里面有提到阿难劫及阿毗昙章嘛。不过呢，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雅杂事啊，同学，这个也是来自于一切有部，不过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哈。同学留意根本说一切有部哈。其实啊，在我们的出家人的戒律哈，几乎所有啊都没有谈到可以拿钱，只有根有律这一部提到可以拿钱，所以我们怀疑啊，这个根有律当时阶级应该是在城市的，嗯，因为出家住在城市啊。才被迫要需要拿到钱，所以他律典会提到可以拿钱。其实他的律典很明显，当时啊应该都是住在三巴里面呢、啊，所以不需要拿到钱的。啊，我们呢、啊、都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啊那个律啊要不要开放啊，都是要做过大量的研究的。啊，这是算是比较严谨啊。好，我们看大家谢佛哈，玛嘎夏巴哈啊送出这一些了啊，这一些一看就知道啊是阿毗达摩的特色来的。总名为这个是 Matrika 同学，什么是 Matrika 同学？你看啊，我们的经典呢、啊，它开始它会先念把这些名相念出来，念完之后呢，接下来哈、哦，这些呢都算是 Matrika， 有点像是我们讲的condenser 哈、哦、啊，同学一般上、啊、我们现在读书哈、哦，应该都流行先背目录先啊，背目次先，目次背完呢，再从目次里面。背它的章，背它的节，背它的关键字。那么这 Matrika 有点像是它的什么目次这样。那么这些都是它的目次来的。所以当时背诵先背目次，目次背完呢，再背四念处里面有什么内容关键字，四正经有什么内容关键字。所以呢，经典呢都是这样来。但是因为它全部合在一起，又看不到它的章节分段，而呢又全部是句号，所以我们看到是一头木水。所以一定要有一些人整理好来给我们阅读，所以这个就叫 Matrika， 所以 Matrika 本身呢就是一些目次来的了。好，过后呢布置论书，他讲啊，迦摄命令阿难呢送五阿含，然后即为经藏，再命令富罗那，富罗那是说法地狱，送阿毗昙，就名叫对法藏了，看到没有？ OK。所以这边全部得到个结论是什么？可以看得到哈，大众部分别说部化地不同叠律，没有结集论点的铭文，后来的传说才有论章。那么这些结集都是大家是跟阿难跟富楼那的，所以他讲啊，各部的传说不一样了，这样就讲明阿毗达摩不是佛陀所讲的。那么呢，他成立也是在成立是在一位佛陀和合的时代。它还不存在，所以意思就他的意思是讲，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哈，和合僧团时候，阿毗达摩还没存在的啊，因为如果存在的话，对不对？哈，阿毗达摩已经存在，应该全部的人都一致说佛陀讲阿毗达摩才对，但偏偏到了这时候，大家哦都不一样的看法，阿毗达摩有些说是根本都没有教到阿毗达摩来源，有些却说不一样的佛弟子。那么说法不一，就是自家传说来的啊。那自家传说就信不过，这就证明什么呢？阿毗达摩呢，在这个时候是没有的啊，他是到了这个时候部派各自才出现的啊。这个就是呢严谨的学术考证得来的一个结论来的了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啊，这里的注释书里面呢，这些我们熟悉。那英顺导师也有看一些。日本佛教学年报了啊，然后另外呢也看大乘法院译林章啊，同学有一点概念呢、啊，有做研究容易。好，那接下来呢就以令正勤啊，还有就是荣欢哈、啊，那你们三位呢就自己在 Webex 这边进行复述了，这样子就可以了了啊，四名有病，四名可以先退出啊，来你们可以进行复述了。Thank you.